Hello， 早安！现在呢，准备要去上普拉提课，运动走起。今天的美女老师，今天是我第二次来。我觉得普拉提真的是看似动作很简单，可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。可是那个我的动作很，不是我的筋很硬。我觉得你对，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Hello， 我对象呢就要准备出门，最近的皮肤状态呢不太稳定，所以呢我用的护肤品呢就是比较少一点。顺便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挖到的一个好物，再啦，就是这个 VD Cosmetics 的 Cica Essence Toner Pad， 它的包装呢是长这样子的。绿色的罐子，跟你们讲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。那我把它呢，就是作为我洗完脸之后的第一步的护肤。它里面呢，就是一片一片的啦。那我们用法呢，就是拿这个夹子，这个夹子是它盒子里面就有附送的，就拿一片出来，然后呢，就可以擦整个脸部。它整个那个pad 呢是非常的湿润的，然后它有两面，一个是比较平滑的，一个是有压花的。我就会拿这个有压花的部分来擦拭全脸，它还可以顺便帮我去掉皮肤上的角质。那我们抚平了皮肤纹理之后呢，就可以用后面平面的这一个呢，轻轻呢把那个脸上残留的精华呢给拍进去我们的皮肤里面。像如果平时不赶时间的话呢，我会把它当做面膜这样子来用。那我就会拿出两片，然后呢把两片放在脸颊上当做是一个面膜。因为我这两边的脸颊呢就是比较容易泛红啊，敏感啊，所以这样子敷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缓。或者是如果你有粉刺的话呢也是可以敷的，如果你额头有的话你也是可以敷额头。这款产品呢有 BHA 0.45%， 可以温和的去角质，而且呢是低 pH 值，所以是适合敏感肌肤的。像我刚刚讲呢，它有那个双电的设计材质就很棒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我把它的购买方式呢放在这个影片下面的资讯栏。敷了差不多之后呢，我就上一些平时用的 serum， 搞定。最近的护肤呢就是这么的简单，现在我要去化妆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在 KLCC 准备出席那个 Coach 的活动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先去换衣服，做一个 fitting。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出席这个活动。第一也是有来出席这个活动哦。我们刚 dress up 完，那像过年。现在就要去活动了，两个产品。在 coach event 啦，然后我们有 Jen， 对不对？努力的工作者。
备去哪里呀？去玩。我们带 Hannah 去 Aquarium。他今天是蓝色。蓝色牛仔宝宝。哎呦，很可爱啊你。哎呦。这个帽子。还穿一个 Onitsuka 的鞋子哦。会站着给人家拍呀、啊！奶奶也一起去水族馆看鱼。超快的速度就逛完了，然后现在这里就是那个纪念品区，今天真的是有一点多人。你看黑娜脱掉那个裙子，瞬间变钢崩哥，因为他那个太热了，就把它脱掉。造型啦，现在呢准备要去 event， 这一次也是去 coach 的 event， 上一次是香水的，然后这一次是包包，是包包吗 ？Fashion 哦 ，Fashion。这样的发色哎。干嘛？干嘛？装头发，装发色哦，哈哈。